本院委员姚文智、许天才、黄伟哲、林佳龙等18人，有鉴于本月29日在北市华阴街商圈发生大火，造成3死2伤的悲剧，建请内政部消防署等有关单位要重新检讨全国商圈狭窄巷弄抢救困难地区的逃生路线、防火规划以及建物的安全设施。同时，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对于商圈经营辅导，不应该只是短视，尽力于推广商圈的嘉年华活动，真正该着手进行的乃是加速都市改造更新，建构具有合宜合适而且符合公共安全的商圈，来创造出对民众最大的利益。是否有当，敬请公决。